一段美好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，有时候平静而甜蜜、细水长流的爱情才是最令人感动的。韩国插画家 Young Jukin 设计出了一对情侣 Soso 和 Haru，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爱，比起那些只会挂着嘴边的爱情深刻太多了。国外网站 Board Panda 整理出了他的一些作品，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感动的情侣生活吧。我们的外貌或许会改变，可是感觉却会持续下去。一起欣赏这动人的雪景吧，来一场两个人的旅行。睡不着时，脑海内都是你的脸，你睡着时的脸庞真的很漂亮。先着手一起度过冬天吧，看到花就想起你，看到情侣也会想起你，你就像是温暖的春天一样。忘了带伞吗？不想回家？又变胖了吗？最好的假期，你就是我的天使，让你依偎，一起跨年吧。做什么都要在一起。今晚很冷，小心别着凉了。一起骑自行车也很有趣。海边的甜蜜互动，爱就是能量，把你当成小宝宝。